请进我的还有精益求精理发店。立伟先生，今天呢，我想你很久，给你一个惊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佟丽。佟丽，我不办卡。我你不办卡不行啊。那现在呢，我已经帮你弄好一大堆你应该今天会弄的什么头发。我觉得你的头发太长太厚了，所以必须要剪的。那那个头发是我特意。这个反差也太大。这个是最好看的。嗯、这个太卷了这个。你听我那个发型师说话。佟丽。我一定要让我的贵宾奔至如归。奔至如归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是护发素啊，我弄错了。哎呀，死了死了，对不起，老板，你等一下。哎，感不感动啊？现在我在帮你洗的时候，感觉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感动。立伟先生啊，这是洗地的。喂，不行。这个洗地也是水呀、啊！哎呀哇！哎呀哇！哎呀哇！退！救命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哇，你很爽啊！这凉水啊，姐姐。凉水舒服啊，现在不是很热吗？哎，水呢？没水，我去开水。那就是刚才那个水是上个星期洗地的，剩残留的水。对。那个惊喜，我就只感觉到激暖，我没有感觉到喜。